看看新闻网。近日，体操王子李小鹏在杜莎夫人蜡像馆揭幕蜡像。然而，当蒙达达的女儿小奥利出现时，全场的闪光灯全部砸向了这位当红的小明星。你以为小奥利会被吓坏？才不是，瞧人家这台风！来，一家三口。来，大家请看，奥利笑得好可爱，很好。一、二、三。不过，当看到自己爸爸的蜡像时，小奥利还是有点惊呆了。面对女儿的高人气，老爸李小鹏还是很得意的。我觉得他比我表现好。其实我是当背景的，我感觉。女儿永远都是爸爸的心头肉啊。